抽水后，个永春本田本体系见到建立行业，河北村的民众都苦多讲唔得。虽然政府用个各种方式，我哋积极安尼个问题效果，还是未结果。行政院长赖清德今日特别带个中央相关部会，去到云林县仑北乡个抽水后河北村来视察改善作业，同时每趟采听民众个想法。 赖清德就宣布，不用三年的计划，希望多多给对改善永春本田的问题。当年在东北季风的时节，出水害就会成灰茫茫，韩国也将河坝就淹厉害，不但将影响到居民的生活，农作物每丛都唔好，假使要禁电。风沙哦，青苔啦，大地里头红烟哦，到天光哦，沙差不多。 那么高了，二十多年了啦。啊，浊水溪本来是由那个什么，由那个南河堰的水涌下来嘛，哈。啊，现在都被那个六轻哈涌水，哈工业用水，所以这边的水量更少，所以冬季才会那么多沙尘。虽然近年来政府当年事前总措总奉奉纳，也还建木管呢，不过效果都有限条，每到一条街出水害成灰茫茫的问题，行政院总来清德特别去到空污管严重的仑北乡视察，韩国糖采天民众的心声。你安怎做都无啊？因为一直改水来，流掉的，改掉的拢无啊。啊，等下你即马要去野的时阵，伊袂挖，因为东北个高雄来，你野菜、野菜草籽来拢无啊。 无共款的所在，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做，啊，大家共同讨论，好不好？以后就成立一个平台，哦，啊，中央的定期都来，咱地方来讨论，哦，啊，大家宝贵意见，大家会当提供，啊，若做了无够的所在，咱检讨，甚至会当制定明年应该要做，要安怎做，好不好？在未来的三年内啊，我们提出决心出来，然后改正过去。 主是局部来制作的这个事情，当然养成的问题啊，当然就要从水库、改绿覆盖跟这些紧急的处理措施来做成。现在出水海某种植物的所在有2400公顷，每些省会会按多给租用年龄。据说政府会成立中央通体防止整治小组，韩国市11600000万元的经费，为加强断水的笔筒同水路的整理，防渗漏也都要新措施，会减少民众的痛苦。下加新闻李新龙云林报道。